将将做做必然学到品质，一将激发云浮一定要力气，通通拿让要算被套，哈哈小 case， 一双秀才变江湖花花草草，一双眼睛迷人间即是珍宝，一颗心将就长生愿意人老，就是不想感觉真好，嘿嘿你知不知道，小天，小三，小天，小天，哟，皇上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哦，我带药给小天的，我有话想跟他说一说。哎，小天他不想见你。不，开门啊，小三，开门呐，开门，小三，喂，开门呐。小三，我是好心才来看小天，你不要这样啊，有事儿跟我说。小天，小天，开门呐，小天，小天，开门呐，小天，小天，小，你喊他他也不想见你啊。我不相信他不想见我，你叫他出来啊。恭送皇上。我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，我还治不了你小样呢。在我的豪宅我还怕你？哎呀，我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小子跟我玩阴的是吧？啊！你给我下来！小三，不要这样！放开我！你给我下！哎呦，用暗器是吧？啊！放开我！下！啊！放开啊！放开啊！小三！二哥，你别闹了，放开他！小天，我的鞋啊！喂，你，大哥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大哥想。想要你回宫去。不可能。二哥，你让大哥把话说完嘛。说。这是大哥的错。你知道就好。怎么忘了过去，重新来过吧。怎么来啊？大哥，你相信我染上药瘾了吗？我也知道你是为了做实验，
但是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你背古诗词也没有用啊，还有唐诗三百首呢，你要不要背一遍？大哥，我愿意回去。小天，你让大福上身了。与其像现在这样躲躲藏藏的，不如早点回去面对现实。但是大哥，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我这次回宫，希望待在太医院，再也不去后宫了。为什么？我想了很久了，我当初进宫是为了学习医术，后宫根本无法学习，我回宫只是想安心的学习。不可，我答应你。不是他的意思，我答应你。我们两个其实是，我答应。何天心不是故意离开锦绣阁，当时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，可现在他已经戒除了药瘾，回来请罪，希望母后成全，能让他回到太医院重新学习。你要帮他帮到什么时候啊？这次何天心真的是有心悔改的母后。好，你要我让他回来可以。多谢母后。可是从今以后你要天天在储秀阁过夜，直到以柔有喜为止。怎么做不到？儿臣遵旨。皇上起驾。皇上今晚去哪儿休息啊？储秀阁。改向储秀阁。娘娘，看来呀，我得多给你准备一点补品，补补身子。只要身子调养好了，就容易怀上龙子啊。到时候啊，过不了多久，我们就得改口叫皇后娘娘了。别开心得太早，贺天心知道的太多，夜长梦多。娘娘，现在谁还会相信他说的话呀？只要娘娘怀上龙子，地位扶摇直上，那个时候想砍几个何天心咱们就砍几个。娘娘啊，你真美，等会儿皇上来了一定会后悔之前冷落你的。皇上驾到。皇上来了。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啊，起来吧。去吧。是。皇上，也累了一天了，不如小酌几杯，放松一下心情吧。不了。那，咱们就休息吧。皇上，以柔今天终于能跟皇上同床共枕，以柔真的很开心。晚了，早点休息吧。
皇上昨晚是不是没睡好？要不要我吩咐人给您准备枕头跟棉被？不用了，你替朕整理好小天的房间就好，朕以后会在那里过夜。皇上，您宁愿一个人睡，也不愿意让以柔伺候吗？以柔哪里做得不好，皇上可以直言。不用说了，是朕的问题。以柔该做的都做了，可是皇上还是拒我于千里之外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朕知道你已经很用心了，可朕心里已经有了小天，容不下其他人了。皇上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吗？朕不是不在乎，可朕宁愿你怨朕，也不能让小天觉得朕辜负了他。委屈你了。太后已经答应让你回太医院重新来过，所以啊，你要好好加油。大哥，太后这次那么简单就原谅我了？太后表面上啊是严厉了一点，但也不是不讲道理，而且她也相信你是无心之过。大哥，我觉得你有事瞒着我。没什么，你别想那么多了。大哥，这次我又给你添麻烦了，但是我也不想解释什么，我说了你们也不会信。总有一天我会证明我的清白。小天，嗯，你这辛辛苦苦回太医院就为了分这些树根树皮啊？啊，你不用乱动啊，这是宫里每天要喝的汤药。宫里人也没什么口福啊，啊！我挖两个树根进来，没准他们都发现不了。你想害我被赶出去啊？熟地黄三钱。哦，不够了。何天熙。哦，龙老师，是你来了。哦，三两熟地黄，第五教室。嗯，龙老师，熟地黄不够了，剩下不到一两了。去杨泽拿。杨泽？杨泽是哪里啊？阳气泽水也，杨泽聚水器，李同蒸笼。嗯。哦，那就是蒸药室，我现在就去拿。不是，你等等我啊。哎，哇，这是蒸药还是蒸馒头啊？啊，找什么呢？拿了药就快走吧。我是在找本草品会精药。书怎么可能放在这儿呢？熏烂了吗？之前啊，我在藏书库看到书架上写着曲池两个字，我一直想不通。啊，我都忘了曲池有个别名叫杨泽。谁费那么大力气藏书啊，又不是藏钱。
这什么东西啊？像是一把钥匙。先放在你那儿吧。干嘛放我这儿啊？我在宫里面有很多人在注意我的，放你那里比较安全嘛。这钥匙什么特别的呀？嗯？张哲森，这怎么钥匙你？你能告诉我你每次怎么进来的吗？没锁呀。什么事儿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说吧。我那个得，不是什么好话，你就别说了啊。我要成亲了。礼部尚书来跟我爹提亲，过一阵子我就要成亲了。礼部尚书？不是，他跟你爹年龄差不多呀。你爹想钱想疯了吗？让你嫁给他？礼部尚书的儿子啊。哦，他儿子呀？我见过他儿子呀，四个字就可以形容。什么呀？一言难尽啊。喂喂喂，我要成亲了。嗯。你就没有一点那个啊？表示是吗？嗯。我就知道你过来要彩礼的，你放心，你结婚那天啊，我的红包肯定送上，顺便祝你新婚快乐，早生贵子啊！我又不喜欢他，怎么早生贵子嘛？不是，人不错啊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啊？我喜欢直率一点的，有一颗侠义心肠。虽然有时候有一点点不解风情，但是傻得很可爱。嗯，那我知道是谁了。谁呀？大福。大福？你张哲三？娘娘，皇上也太不懂得惜福了，你对他那么好，他却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。娘娘，您再多等几天，皇上一定会后悔，他一定会过来看你的。翠环啊，我刚进宫的时候一直想当宫正，可是我前面有一堆的宫正和典正站在我面前，我必须慢慢等。可是我等不了，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，提前让他们离开位子。你怕了？没有。越想得到的东西，只靠老天，你只能慢慢的等。
要想得到，就得自己拿。假怀孕，这不是不可以呀。不过这个冷太医可是难以骗过啊。所以我想请教干爹，冷太医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好不好收买啊？冷太医是办事严谨，不求功不求利，收买他很难呐，很难哦。哎，女儿啊，这事儿你别着急啊，干爹来帮着你处理好，好吧？多谢干爹。你就嘴儿甜，下次当了皇后，别忘了干爹就行啦。公公。公公，冷太医来了。啊，李公公，您找我？对，我今天找你呢，就是太后啊，肠胃有点不好，你给她看看病，啊？那太后现在人在何处？您别着急呀。现在太后正在午休，等睡醒了再说，啊？冷太医，坐，坐坐坐，坐，坐。哎呀，来，快给冷太医上茶呀！哎，是。请。好茶，喝茶，喝茶。好茶，喝呀。何天心呢，现在已经回太医院了，不知道他最近几天给你们添麻烦没有啊？啊，没有。那您觉得何天心这个人怎么样啊？啊，何天心之前在太医院待的时间很短，这次回来也是从基层做起，我对他没什么认识。哎呀，冷太医呀，你真是明哲保身，学得不错呀！啊，我只是，只是什么？巨石一打。裴总啊，是。Thank you.
这不冷太医吗？哎呦，怎么做这种事啊？姑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这，我是让你到慈宁宫给太后来治病的，你撂下太后不管，你在这逼奸宫女呀你！行了，行了，该走了，起来啊！还行凶杀人呢你啊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为什么你要陷害我？别，你别激动啊，他不就是害死了个宫女吗？那就是跟碾死个蚂蚁一样，是不是？报上去咱们就说失踪了，没人追问呢。啊，我呀，我和翠花，我们两个今天就当什么都没看见啊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了吗？你要怎么样？哎呀，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请冷太医帮忙说句话。九啊，皇上在你这儿还习惯吗？太后啊，你如是既懂事又细心啊，照顾的皇上是舒坦着呢，皇上现在方便极了。怎么了？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总觉得有点反胃。反胃？啊？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东西啊？啊，青州小吃、蜜饯，还有杨梅之类的。哎呀，太好，真是大喜的事儿啊！要不奴才赶快去找冷太医，给穆贵妃好好洗脉呀！还不快去？哎，哈哈哈！哎，奴才遵旨。哎呀，哈哈哈！哎呀！皇儿，啊，你这晃来晃去的，晃得母后头晕。哦，你心神不定的，怎么了？儿臣是在想一些公务，所以有点心不在焉了。你这种借口，我听了几百遍了，平时也就算了，今天这事太重要了，你给我安安心心的坐着，等消息。冷太医到了。啊！参见皇上、太后。冷太医，莫贵妃的情况怎么样啊？你说呀。你倒是给哀家快说呀！莫贵妃的确已怀有龙胎。哎呦，好，太好了！哎呦，冷太医，你先下去吧，哀家会赏你的。谢太后。来，我送你啊，皇儿。哎呦，皇儿啊，哎，看你这孩子，
高兴的都发傻了。走，看雨柔去。走。哎呀，哪儿啊？这边。这孩子高兴的方向都不分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开门呐！师傅，师傅，是师傅。你在干嘛呢？我没干什么。你怎么了？笑得怪怪的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是吗？那你来找我干嘛？其实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，不过也不能说完全不重要。到底什么事啊？那你答应我，听完以后你别放在心上。不过也不是完全不放在心上，就是你别太放在心上了。你在念绕口令啊？赶快说吧。我刚刚听说一件事儿。听说什么事儿了？你先答应我，听完之后你不能反应太大。再不讲我就不听了。穆贵妃怀孕了。现在宫女们都忙着给穆贵妃安胎，给她调理身体呢。师父，你没事吧？我很高兴啊，恭喜他们了。那皇上呢？他开不开心？师父，我知道你很在意的，你别硬撑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有我陪你，就算皇上他不要你了，我也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小天，小天，小天，我刚听到一个消息，你呀一定要镇定冷静。干嘛呀你呀？上茅房你就去，别憋着。他知道了。知道了。也没什么，你就是他转身就忘的路人甲，何必陪他蹉跎岁月到天涯，是不是？你还有二哥嘛，二哥绝对从一而终。来，抱抱。你别闹了，我要出去走走，这屋子里太闷了。喂，小天，你也知道的，男的跟女的在一块儿呢，就算之前没有这个那个的，这时间久了一定也就这个那个的。这大哥这次确实有点那个，不过呢你最好不要在意这个啊。二哥，你能不能安静一下？这个可以。哎，开心点嘛啊，不是还有我呢吗？我不会跑啊。谢谢你啊。要不然你拿它撒撒气。你自己留着用吧。你看，你看，看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这皇宫怎么还有这么破的地儿啊？哎，干嘛去？借厕所呀？我也去。哎，你不是要上厕所吗？这是厕所吗？哎，跟你钥匙那图案挺像的。啊，你那个钥匙不会是开厕所的吧？啊？哎，这么脏啊！哎，一样的，找找找找。
是不是开这个的？哇！哎！哦！这是你要的书吗？有这么薄吗？不是这个，得几十本呢。皇上。啊。皇上，请慢用。等一下。皇上有什么吩咐吗？坐下来一起吃吧。是。公公，要不要我帮帮您啊？急什么急呀、啊？想抢我饭碗呢？公公您不要急，慢慢来，您慢慢来。你们借什么书啊？公公您去忙您的吧，我们自己找就行了。那你们自己看吧啊。找什么？要不要帮你们找啊？不用了，我就要借这套花草鸟兽绘本，要办什么手续吗？到这边登记。谢谢啊。帮我搬书。这也不是你要的书啊，你要它干嘛？回去画画啊？这两套书啊，一定有些关联的。给我小心一点，不要弄坏了。不是书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，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幅画，还没有我画的好看呢。你不懂就不要乱说，这套书啊借着全天下各种各样的药材，从外形功效到种植方法都记得一清二楚的，可牛了。再牛也没有必要把书藏成这样吧。这个我也觉得奇怪啊，可是好不容易找到了，先看了再说咯。你说如果我们用火烤，用水泡，这个书里会不会浮现出字儿来啊？要不我试试去啊。你看你。我给你粘上吧。跟我没关系。我
能不能粘上？不行，把你那针借我，给你缝上。楚红会粘啊，我找他去。不是，这楚红是谁呀？我上哪儿找去？他，我的针灸书也是他写的。不是粘书的，玩真的呀。天心，天心，我回来了。小天啊，干什么呢？娘，爹爹林楚红是谁呀？谁是林楚红啊？这边这个。谁让你乱翻东西的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让你随便乱翻东西。你怎么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让你随便乱翻东西。我怎么说话你总是不听啊？啊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不要！你孩子真不听话啊！我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让你随便乱翻东西，你就不听是不是？不要打我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这就奇怪了，这楚红编的东西怎么可能在大娘那儿呢？我也觉得这事很奇怪啊。要不我们问问大娘吧，走。哎呀，不能去问。之前我提到了楚红的名字，结果我被我娘打了一顿。现在去问她，她肯定不肯告诉我的。哎，那你说这个楚红她会不会是你爹呀？你瞎说什么呀？我爹啊，他是姓张的，爱喝酒，爱赌钱，有一次欠了赌债逃跑了。我娘恨他，才让我改姓何的。得嘞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那天晚上你爹喝多了，楚红趁着夜黑风高强奸了何大娘，生的你。我又知道了，同样是你爹喝多了，同样是夜黑风高，是何大娘强奸了楚红，结果是一样的，还是生了你啊。你不是让你瞎说，总不能这楚红强奸了你爹生了你吧。瞎说你。哎呀，深深一片苍茫茫，爱切切尽在花中央，魂留在那一夜花前月下，看星星数落惆怅。牵住的都是手一双，都是情为何不一样，问谁在心夜里思念挣扎，看天地两情相望。屋檐独向西落月如钩，寂寞的梧桐锁清秋，剪不断离海若西离愁，别是一半滋味在心头，花自飘零谁自由，一种相思只牵扯，躲不开忙碌里的温柔，挡不住多水水更流。让心去流浪，让梦去飞翔，看爱情缠绵在水中央，轻轻在隔岸相望。让心去流浪，把思念装进了行囊，转过身看不见彼此感伤，我们的心在歌唱，我们的心在歌唱。